神啊，我的心不能真实爱你，但我愿意爱你就是美景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愿你开启我的灵眼，愿你的灵感动我的心，使我在你面前脱去一切，脱去一切消极情绪，不受任何人事物的辖制，完全在你面前敞开我的心，是我的全人完全奉献，奉献在你面前。你怎样失恋我都行，现在我不考虑有没有前途，我也不受死的辖制，我愿意爱你的心，来寻求人生之道。万事万物都在你手中，我的命运在你的手中，我的一生更在你的手中掌握。现在我追求搅扰，但是我定归要爱你。遇到这事就这样祷告，遇到这事就这样祷告。你天天这样祷告，爱神的救主。